会这么帅？哎，录影现在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失态了。怎么会这么帅的欧巴？哎，话说今天本来Kevin老师要来的，结果呢，他自己一个人跑去韩国出外景，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？但出门前呢，他是有交了一个功课给我，介绍一样东西给大家。江江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老公多么的帅气 ？Zoom 三七，大家对这个品牌一定不陌生吧？就是用人体最接近的温度37度来做天然酵母的发酵。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支呢，这个就是它的超导精华凝露呢，非常厉害哦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在意一些老化的问题的话，它会是你非常的好朋友。哎，它里面呢有一些非常独家的这个秘方哦，例如说，감사합니다，너무농장이야这种。独家的秘方能够让它快速的到达你的真皮层，你看它的质地是比较接近像水凝露这种精华，非常的好吸收哦。我很喜欢像这一种，因为擦起来就觉得没有负担。它擦上去之后快速吸收之后，你看你的皮肤有多亮，有没有觉得它回春了？中年轻一定要抢的这一支精粹极致无痕超导精华凝露，介绍给大家。你看它的正品，摸摸吸。Kevin老师之前有讲到要用油养皮肤的概念，大家一定还记得。青春奇迹活效机密精粹油，它是水质地的美容油。皮肤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下呢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精粹油，以及我们刚刚介绍的1:1的精华凝露，简单的湿敷10分钟就可以达到修复的功能。你看哦，所以我刚刚擦了一下，它已经完全吸收了，完全不会有油腻的感觉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用过他们的商品的话，推荐你们去柜上可以去体验看看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